居然奔一木啊！不然就那个啊，奔极仙啊，看对方拿长管拿那个流川。行啦，奔放流川啦。为什么？流川太强了啦。先绑起来。麻吉光。遇到古川，又没有阿木。硬晃流，硬不要不要晃拿，流。你不要拿这只哦，为什么？干不到啊！快拿猴子来防守啦！猴子怎样？就拿来防守就好了。搞笑，你忘记指法怎么按呢？没关系啊，你就按一拍、二拍这样就好了，你或说是按什臭么？氧就好了。啊？你说按什么？你就先给我晃啊，晃不行，你再直接一拍出手这样。不是，搞笑，指法有点忘记。然后等下觉得，哎，干，全服百强23的猴子也不过如此。像这有点忘记，大招我哦，好，希望对方是不会守。我等下盖，我想我守谁？我守先到，我等下就跟他后仰，跟他一段后等一仰，下，里面是交给你处理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会去补2.5段。我不会被他影子骗。你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休想骗我！休想骗我！反了。你去守那个，这边交给我。休想骗我！看到，敲出 game，在，干，白痴啊！哇，靠北，忘了怎么按技能了啦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拍啊！这样 cube 的 match，哼，跌倒！哦，刚刚没盖到，这么简单的先到居然没盖到，他平铺直叙，来这看他看他，刚才先到完全不怕你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看到大？俊，悄悄，这个，悄悄悄，是我的失误啦。靠边！我知道这招。干，我不会再被影子骗的啦！刚才熊应该是肯定盖到，我刚动摇了。Thank you，完了。还有什么招？还有什么招？别后撤了啦！我想后啊，没进，花型补他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们家的花型，我掉，完哇，我了，的，我的，滴血嘞，对对对，再，看能不能晃第三，我觉得有几率啊，拉出来一点，我觉得可以晃到第三，反正我在你后面，下一球啊。我直接出手也没问题。因为我下旋应该有一个机制球，盖到靠边，哇，他卡篮圈还盖不到，盖到欧亚顿，被啊卡了是一下。吧？哎，仙道一直在那个，对仙啊，道一直在盯防，这招很好用啊，突然就上了。哥。不会被他骗，他想用影子骗我。2.5段，啊，十八！奇怪，你不是跳二段用地锅，居然没地到。对啊，在，那你那个要进去一点，你那个要进去一点。没有啦，我想说你晃第三啦，因为仙道在这里啊，他其实很好我现在晃。没大，我现在没大，我现哦，在没没大，大。没大好啊。完了，死了。一拍，一拍。好险，还是出去，所以哦，
太久没玩，突然玩会怪怪的啦。很抖哎、欸。所以，想骗，想骗，水哦，好球啦！你有大吗？还是没有？刚刚我没助攻。来，你直接那个，完了。这样 Q 靠边，水哦。看我们这样整个打得很抖哎、欸。这个在乱打。应该会拆二，应该二段。啊，完了！我应该直接盖他的。哇，我好几球我都盖得到，犹豫。你要打后面啊？想要死区啊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这招还没用过，他们没有识破。我一看就知道你要干嘛了。好球！称霸全国这一段，滚！完了，现在来了，好险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啊，被盖了，被盖了！哎、哦、呦，好险，好险！哎、欸，你等下不要那个脑充哦，这场根本就我看你已经在脑充了、哦，我赌他二段盖的，对啊，哼，还想说靠，怎么可能？敢，这就是陈浩的实力吗？递他，我们递他，我们捡起来，我们，会啊、我们跟到，我们潜向篮板，对了，我们稳稳，我们再用一次，哎、欸，该好烦啊！水啊！干，还有对面不是干，真的这一场捡到，不是干太久没玩这角色，同样玩真的是不太会玩。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二段递他，碎啦，直接卡住骨穿，假动作，假动作，假动作，再假一点，没进。怕什么？我只是挠挠痒而已。哼，再假一点。看这样打真的很抖哎、欸，很力不从心哎、欸，很像是那个，完全都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招。很像是五等的训练家在操控五十等的神奇宝贝，靠背，要哪一招都用不出来。哎、欸，所以是可以盖二段，然后递波二点。可以啊，你刚不是递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可是好像没办法盖一段递到二点五，对不对？就要慢一点吧。那你就必须跳一点五段啊，不行啊，你直接跳二盖二点五啊。刚才拆到一个二段，爽！